是露西，我是凯文。今天呢，等等，我们会涂上防水彩绘，享受快乐的水上乐园时间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凯文，我们今天终于来水上乐园玩了，可是不觉得有点无聊吗？是啊，是有点无聊的。等等等，哦，露西准备的吗？这个当然是我自己要用啊。为什么只有一个啊？开玩笑的。大家看好哦，打开这个盖子的话，哦，什么呀？这是已经提前把好看的贴纸都剪下来了，我喜欢的哦。哦，全是好看的。可是很可惜，凯文你呢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会给你贴啊。那我只要这样坐着就可以了吗？对的。你会给我贴得很漂亮吧？大家都在看着呢，我会相信你的。当然了。好，先给凯文挑一个。啊，凯文的脸比较大，肯定要贴好多张。朋友们，看这里的话，有像这样凯文先看不到的图案贴纸。首先要把它剪成合适的大小，然后在这个圆形的道具上贴上特殊的纸。之后呢？哇，这里好多水啊！之后这样沾上水，然后呢？好，撕掉贴纸上的透明膜，要轻轻的撕哦。哦，这个像指纹呢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把图案像这样固定到脸上，记住要这样将正面贴到脸上哦。然后呢，像这样，这样。哦，感觉正在变漂亮的感觉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感觉露西会给我贴的非常符合我的性格的爱心，或者是可爱的水枪模样哦。那将贴纸充分地印上水后，要像这样用力地按压哦，大概十秒钟之后摘下来就完成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啊！快点，快点摘下来！哇哇哇哇哇！很完美呢！成功了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真的很完美，真的贴得很完美。我怎么感觉你的表情不像是很好看的样子？这个贴的真的很好看，很完美的。是很帅的吗？哇，凯文也有尝试的机会吧？当然有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等一下就轮到你了。贴的是什么呢？那么想知道吗？啊，我交给你了。我相信你，你就随意发挥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你能做这个动作吗？怎么样？很好很好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朋友笑起来了呢。啊，不要担心了，贴得很好的。到底是什么呀？我看一下水里倒影。看不到啊，只能看到凯文的轮廓。然后是下一个。哇，那最后呢，我有一个一定要送给凯文的礼物。哦，真的吗？哒哒哒。什么呀，手链吗？是手链，但是今天呢要贴的稍微特别一些。在脖子上吧。这个可是最近很流行的单品呢。我看看，这个不是金项链吗？对呀，就是金项链。啊，这样啊。对，我脖子太粗了，不够长。所以露西准备了两个。哦，好的，知道了，很期待。哇，长短真的是刚刚好。朋友们，好看吗？哇，真的是最合适了。那凯文就已经做好了玩水的准备了。那么现在该露西来做准备了哦。那这里呢是以亲切著称的凯文美容馆哦。感觉没有那么亲切。好，结束之前不能睁眼睛哦。好了吗？哇，怎么样了呢？你摘眼睛看看。再看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好神奇啊。另外一边也要贴上一样的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呢？我有点担心呢。担心什么呀，很好看呢。露西睁开眼睛。究竟贴的是什么？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了。我准备贴这个，很适合露西的。哦，是吧？不错吧？等一下，最后呢？怎么了呢？还要给露西戴一个非常漂亮的哦手表，一个很适合。
现在几点啦？几点啦？要不我好了，我直接把手放进去吧。好的，放进去。手表手表，快现形吧。在水里现形的朋友们，这就是水表啊。对，水表。哦，哒哒，完成了，露西的贴好了。我很好奇，我贴的是什么呀？要不要看一下？那亲切的露西到底给我贴了什么？还不错呢。真的吗？我脖子上。哇，露西会满意啊！真的吗？我也很好奇呢。这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遮住了，掉了。哦，我也觉得很不错耶。你太用力了，露西，我们可以去玩水了吗？当然啦，那快让我们出发！出发，走吧！哇！凯文，出发！出发！哇！哦，露西，露西，我的项链还好吗？完整吗？哦，我的项链呢？你也在，你也在，手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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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太有意思了！太开心了呢。今天我们涂上防水彩绘，然后享受了快乐的水上乐园时间。凯文觉得如何？超级有意思呢！我们快去继续玩吧。那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哇！七色彩虹。